大家好，我是阿雅。今天我蒸了一锅小肉龙，真是太好吃了。300克面粉加上3克酵母，用温水和面，揉成一个不软不硬的面团就行，先不着急发酵。锅里喷点油，加上葱姜八角，先把肉丁煸炒一下，炒出油脂了，这个肉也就熟了。2把梅干菜泡一会儿就清洗干净，准备1碗料汁，2勺生抽，1勺酱油，1勺蚝油，1勺盐和淀粉，半碗清水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把梅干菜加到肉里面，给它翻炒几下，这样梅干菜超级香。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翻炒均匀，加点小葱花，这个梅干菜包子馅儿就调好了。面团先不发酵，直接做包子就行。很多姐妹说不会包包子，可以试试这个小肉龙的做法，加上肉馅儿，简单一卷就成了。两头收口的位置给它按压一下，简单吧？看到包子明显变大了，就开火蒸，2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小肉龙白胖暄软，咸香入味，做法简单又好吃，咬一口真是太满足了。老公边吃边称赞呀，你也试试这个做法吧。拜拜。